那他为什么要骗我？只有一种可能，我有可能是你女儿。刚才我太年轻了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芬妮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很爱很爱。我想认真努力对她好，但感受再差，要让女人满意，太难了。大树公司刚刚打电话来，叫她明天早上一定要回去。那就没办法了。你们放心。我跟大树会常常回来看你们。哎呦，新鲜的鱼来了！这个哦，是我今天早上才去港口买的，新鲜到好像还在游，有没有？好丰盛哦！哎呦，来通通吃啊！吃不完的，通通打包带回去啊！好啊。志和嘞，哎啊，吃早饭了呢，志和。 志和，爸妈，可以帮我跟村长伯伯说我们要走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去领奖了。今天一早我就请你爸爸通知村长了啦，今天要提早到。那你要讲你自己当面跟他说。不行了，我没有工作。你们老板是谁啊？电话给我，我帮你写上一下。这就是我们村长，有魄力啊！年轻人啊，我跟你说。 这是你这一辈子啊最荣耀的时候啊！这块匾额是全村所有的人要赠送给你们的一个祝福，我帮你们搞定了请假的事情。可是，有什么好可是的？村长都亲自来说了，还可是？而且，那块匾额是全新定做的，是村长。 你爸爸还有我们每天的每天亲自到人家店里面监工。我们三个老人家都这么用心，你们年轻人还好意思转头就走吗？是不是？来来来，流血呢。其实我们也不是这么一定要急着走啊，公司那边可以等的，就多待一天吧。那太好了，我们准备准备，就马上出发吧。 你不是个早餐再走啊！谢谢村长，村长就是晋级啊！你是故意找麻烦吗？难道你没看到你爸你妈他们脸上有多期待？你拿到那块匾额，万一我们的事情爆开来，我爸妈多没面子啊！以后在村子怎么生活，你有没有想过？当初提脚本的时候，你有想过这样的后果吗？而且我们一离婚，你也没有马上告诉你爸妈。 现在误会扩大了，就全算在我头上。知和，你可以对我公平一点吗？你可以小声一点吗？是你先大声的。哎呦，喜事要来了，你们在吵什么？妈，没什么。没有啦，是我说话太大声。妈，你别担心。 那你们聊。妈，没事。你们真的没事吗？真的没事，不用担心。哎，女儿，这个给你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你外婆给我的，当然要传给你。本来是要在你出嫁那天给你的。 结果你跟大树居然自己偷偷跑去随便签一签结一结，怎么会在这么重要的时刻把我跟你爸爸给忘了呢？真是的。妈，这个我不能收。为什么不收？意义太沉重了，万一我跟大树将来不好了。
离婚了怎么办？那就不要离婚呢。结了婚就要有责任，婚姻不是说放弃就放弃的，那是一份神圣的约定。嗯，你赶快准备准备，等一下就要领奖了啊。玩这个哦，这都是芝禾小时候的玩具呢。大叔，你等一下哦，就穿你岳父这套西装，这是当年我们第一次约会时他就穿这一套，哎，说有多帅就有多帅。啊，你老婆嘞？好像偷偷先走了。糟糕，这条路太窄了，我刚刚实在是没有注意到你，我承认这是我的错，你放心，我会陪你的。欸，你们看前面有擦撞，哎，对呀，啊，对呀，啊，对呀，啊，公车开的好像不太对哦。真的，我愿意陪的，你相信我。大哥，没关系，真的不用，我自己找人修就好。什么不用陪？你这样子，我以后晚上我会睡不着觉啊。没关系，真的不用，真的不用。怎么不用？好像很贵的车，年轻人这么严重，怎么不用？那维修起来不好。大哥，你撞成这样子，我不能不陪你啊。哦，这个这次惨了，芝禾。大哥，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陪你的。大哥，不是，有问题打这个号码给我。芝禾。村口救援处之和队人顺利抵达，寻获目标物，完成任务。哎，各位村民，大家好哈！啊，颁奖典礼啊，马上就开始。首先，我们先介绍这位神秘的嘉宾，就是林校长。今天哈，哦，是村长啊找我过来的，因为啊，哦，我跟男女主角啊，哦，关系很深了，啊，你们不晓得了。萨树啊，他以前也是我们这学校的学生呢，我还教过他，啊，太调皮了，把我气个半死了。我今天我还带来礼物来。哎呦哎呦，小时候的照片呐，啊！还怕人家看呢，啊？大叔啊，当初哦胖胖的，这现在哎呀帅哥了，哎。胖有什么不好？一样帅呀，啊！帅，哎，帅。是不是都认同都认同？哎呀，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林老师是你。啊，老师终于想起来了，他转学之前啊，他留完用信了，要给芝禾，我保留起来了。留这么久啊！哦，这校长不得了。念书要给大家听，好不好？对，哎，鼓掌，鼓掌，鼓掌！念了，念了。啊，
亲爱的知和你好。大树。是可乐，好窝心呐、哦！哎，部长官，哎，各位啊，那个时候大树才小学三年级而已，他说那以后我永远啊要当做知和一辈子的，你说对啦？以后呢，大树就负责照顾我们家知和一辈子，当做补偿啊！啊，对对对，照顾一辈子，照顾一辈子。你朋友圈一发，我就知道你在哪。怎么了？来得很不是时候。不是，你来得很刚好。怎么一大早丢下大树自己开溜？突然很想这条路没有尽头，一直开，一直开。不想停下来面对那些很难面对的事。怎么突然想来接我？突然想开车散散心，一直在城市里看同样的风景，太闷坏了。你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？我们一起逃亡吧。要不要先去休息一下？午饭时候我再叫你。午饭，不用了，我吃不下。这么重要的场合，小何还是溜了。还好刚刚有大树撑住那个场面。这块匾额，你带回去。我想知和应该不会想要这个吧。哦。自己老婆好商量了啊。可是这个真的很大一个哎。这你也要跟我讨价还价吗？哦，我是说，这个大小放在我家客厅刚刚好，刚刚好。那就好。妈，有没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吗？
这些水果呢，你就带到车上吃啊。哦，好。知和喜欢吃香瓜，这盒呢，你就趁新鲜给他吃，别忘了啊。好。谢谢妈。这几天给你们添麻烦了，还让你煮那么多东西给我吃，真不好意思。只要你带着知和回来，煮再多菜我都愿意。啊，对了，我一直以为爸爸很想要那块匾额啊，没想到还是要我带走。他哪里想要那块匾额？当初你跟知和没有在村里办婚宴，他念了好久。这次呢，就想趁着这个机会，在大家面前把女儿交到你手上啊！昨天晚上还像叫女儿一样失眠，翻来覆去的，把床哦摇晃得像坐船一样。妈，对不起，让你们失望了。没事，你爸其实也是希望你们夫妻俩好好的。你有空就多回来，多喊他几声爸，他就高兴了。他可是很在意你这个好女婿，没法好好喊他。小时候我跟我妈相依为命，到处搬家，亲生爸爸很早就不在了。我从没叫过谁爸爸，现在突然要我这样喊，其实心里有一点别扭。所以你才会喊他爸爸。对啊，我每次喊之前都要在心里练习一遍，接下来那个爸爸才会讲得比较顺畅。你怎么那么可爱呢？对不起。你就常回家来，多喊他几百遍，你就习惯了，没问题的。你跟知和是夫妻，我们就是你的爸妈，这里就是你的家，我们随时等你们回来。谢谢妈。谢谢大叔。谢谢妈。要好好照顾知和，知道吗？他就是任性，你要多让让他哦。好，我知道。他对不起啊。知和就交给你哦。哎，高一点，谢谢爸。哎，好好好，啊，好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开车小心啊！啊，看到知和，帮我骂骂他，说下次回来看我怎么料理他。妈，爸，嫁得真好。你们在干嘛呀？你不是就喜欢人家叫你爸，叫得多好，这样你就高兴了。好。对了，你们要好好保重哦，一定要注意安全，不要爬高爬低的。有什么事就跟知和说，也可以跟我说。我一定会马上帮你们处理的，啊！还有，我有同学在卖按摩椅，你们有需要的话记得。够了够了，我们什么都不缺，哪来那么多废话？走了走了走。啊，那我先回去了。一路小心哦。谢谢妈。走了。嗯，好。啊，拜拜。一路小心啊。
没事吧？太惊人了！芬妮姐居然可以把这个秘密守十八年。可能她觉得我不是个值得信赖的人吧。你打算怎么办？你觉得我很糟糕吗？你才刚刚知道你有一个女儿，也不能怪你啊。我在想，要是让我知道这一切，然后回到十八年前重新选择，我有没有勇气去面对不到二十岁就要去当爸爸这件事？你还这么在意，是因为你对芬妮姐还有感觉，还有对你女儿有亏欠吧？你还有机会弥补啊！他们会希望我去弥补吗？还是要见面，说清楚啊！既然你放不下，那就好好去面对，不要把事情放在心上，变成遗憾。这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？坐吧。我来赴约只是想告诉你，你的出现让小雨非常痛苦，她不知道该相信谁了。我本来就很难带她，我不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。我只希望她可以快快乐乐的，她要相信你说的，我也不会想改变她。缺席十八年，一出现就想当好人，好，那就请你忘记这件事情。毕竟你过去十八年一样逍遥自在的过，不是吗？还有，你不是在追求知和，你就按照你原本的计划好吗？你去过你想要过的生活好吗？在你眼里，我就真的这么不堪吗？我们只是选择了不同的生活。那是你让我没得选择。那年我在约定的地方等着你出现，结果呢？我换的是什么？我爸说，他给了你一笔钱，你还说只要给你钱，你就不会再纠缠我。你居然相信我是这样子的人？我本来是不相信的，可是我爸给我看了证明。他真的给你一笔钱，而且那时候每天期待着你打电话给我，我终究等不到你的电话。再加上你来新加坡之前，我每次打电话给你，不是喊累想睡就是不接。我真的开始相信，是你帮我推开的。那个时候我怀了孕，
我每天打两份工，拼命赚钱，就为了去找你。我连睡觉时间都没有，我哪有精神去听你讲？你今天上什么课？看什么电影？那你也该跟我说你怀孕了啊！这种事情可以在电话里面说的吗？如果没有当面看到你的反应，我怎么了解你听到的时候你是惊吓、想要逃避，还是开心，还是觉得厌烦、讨厌？因为我想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可以接受。你要离开的时候，你告诉我，现在谈未来太早，我们都不应该把人生的重心放在爱情，不是这样吗？总之，你就是不相信我。你不是也不相信我吗？如果我真的要钱，我都怀了你的孩子了，我还能不大捞特捞一笔？那我们去吃饭。所以你就这样判我死刑，这样公平吗？哪里不公平了？一定是你有什么误会。这样公平吗？哎，我们是朋友吧？手不能乱勾啦，脖子也不能勾，手臂也不能勾，只有女朋友才能勾吗？对，只有女朋友才可以勾。你不要这样啊！我觉得我手好痛啊！小气鬼啊你！你看，如果你当时冲过来耍我两巴掌，用力骂我，我们就不会搞成现在这样。是吗？你以为我那么容易放弃啊？那天我可是跟了你一整天。你要找什么？我知道我自己要找什么。新加坡我比较熟，你告诉我，我帮你找啊。哎，那间店怎么样？不好看啦，去他家，走。好，我们去看看好了。那是因为我刚到新加坡，人生地不熟，是我爸拜托他朋友的女儿带我熟悉环境。所以你现在是在怪你爸太热心，还是怪人家女孩子人太好啊？拜托，我不能交朋友吗？而且你知不知道我买的东西是要送给你的？买东西给我？对啊。如果我知道你在后面跟着我，我会让你这么伤心难过吗？这么幼稚，我才不会喜欢呢。他就喜欢这些可爱的东西啊。告诉你，女人没有一个是不喜欢名牌的。我就不喜欢。我当然知道啊，你不觉得很可爱吗？他一定会很喜欢。我说真的，你那没有一点点喜欢这个佩佩啊？说真的，他人是还不错，也没什么缺点，好挑剔的。我可能……但可供挑选的太多了。所以没必要独守一个。干杯！生日快乐！就要泡他是吧？等等，不是这样的，我印象中从来没有跟一群女孩子出来过，你是加油添醋啊？不是吗？不然怎么样？我印象中明明是三男三女，而且不是一群女孩子，而且这只是一般大学生的聚会啊！哎，你为什么要看我这么坏啊？编个理由想要定我罪？你有这么讨厌我吗？为什么就要觉得我是一厢情愿想要讨厌你，而不去想想哪里做错了？不是这样吗？你看，那是因为大家都喝醉了。我真的希望是我看错，也真的希望你有把那女孩推开。我多希望你可以给我多一点信心，让我可以去说服自己相信你。放了烟火，放不过寂寞，安静总在人最多时候闯祸。怎么忘了那年最美的花朵？曾过了太多，
只谈了前奏，回头再看这份爱没有停过，想要从头时间拼命。 Sorry, I okay? I'm fine. I okay? I'm fine. Get out. 都没有错，只是幸福早已渐渐褪色，话题没了，语言慢慢熄灭了快乐，要算几次才能演好过度的角色，还没了和弦怎么唱下一首情歌。没事了，应该没事的。你想干嘛？你以为会有什么改变吗？对不起，我不知道。你知不知道有差吗？我们本来就是不同世界的人，根本就不应该在一起。芬妮，等等，过去的事情我很抱歉，但是我可以为你们做些什么吗？我跟小雨不需要你，你不要再来烦我们，不要拿我们去弥补你的愧疚感。我是很愧疚，但你一点责任都没有吗？你知道所有的一切，你掌握所有的讯息，但你不肯告诉我。一个人生气、难过、痛苦，让我背负18年的负心汉，抛弃女儿的罪名，那还真是委屈你了。我不知道原来18年来从不主动找答案会是我的责任，但我还是要谢谢你，让我知道在人生里面必须靠自己坚强起来去面对所有的难关。因为只要把感情交出去，就是任人宰割。所以你先把自己单身，把你自己不再相信爱情的罪名怪我身上，还组单身动物团，从此不再婚吗？我是不想再回到以前那以为拥有爱情就拥有幸福的笨女孩。我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我自己得来的。你有什么毛病啊？啊？你以为这样就可以解决我的愤怒，解决所有问题吗？你凭什么觉得你一瞬间就可以搅乱我的生活？对不起，我没有伤害你的意思。原来我曾经犯的那些错误，伤你这么深。你太自以为是了。所有事情都可以沟通的啊。你真的可以放弃你的自由，开始当一个爸爸，开始安分地守着一个家吗？算了吧。我不知道，但我或许可以试试。啊！我太了解你了，你不是一个能够负责任，甚至给出承诺的人。说恨自己，下一首情歌是什么风格？再一首情歌，独唱还是？喂，我要报案。这里出了车祸，没有人受伤。地址是……他身体的确……就算他真的是个该恨该千刀万剐的人，但他就真真实实是我亲生父亲。他，请你以结婚为前提跟我交往。你发什么神经啊？我觉得要放下一段恋情，最好的方法就是赶快找另外一段恋情。谁是王大硕？你知道你老婆在干嘛吗？
新加坡，会这么刚好？麻烦帮我订去新加坡的机票，越快越好。很多变化，永远都不会出现在你的计划里。沉迷了多久还不够？一直不放手。是我坚持下去的。